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鸥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好喝、颜值又非常高的芝芝莓莓。那接下来让我们开始进入制作环节吧。我们先在冰沙杯中加入150毫升的茉莉绿茶，再加入60毫升的果糖，加冰块到500的刻度线，加入4颗草莓，打成冰沙，打10秒的时间。再加入剩下的3颗草莓，这里我们只需要打3到5秒的时间。我们先在杯中加入30克的脆波波，冰沙倒入到杯子中，倒至8分满。最后加入芝士奶盖，挤满杯就可以了。那这杯产品就做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咯。想了解更多产品制作以及开店干货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猪奔跑茶饮学堂，记得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